这个海域抓鱼之前，先派我们的实验船去测验海水有没有污染，测验没有污染了，我们的船才出去。船出去了以后，我们的实验船继续到渔场去，一直要监测到整个遗迹作业完毕。那我们绝对采取非常透明公开的检测的结果，马上公布。我们希望这样子，让所有的消费者对我们的渔业界、对我们的渔产品有信心。我们绝对不会这个有污染的问题，我们绝对不会封闭消息，绝对第一时间的公布。我们要做到绝对的这个透明化啊，我们用尽一切的可能去做的最好的这个监督。那这些渔船回到港口，我们还要抽验，确定这些渔获没有污染，才准它上市。那这个是我们未来呢，在这个下一个秋刀鱼季啊，这个要所做的这样的工作。那另外很多人都担心呢，说日本的鱼会不会游到我们这里来啊？啊，那直接等一下，我们海洋大学的几个教授会跟大家报告。基本上黑潮啊是由下而上的到日本海，然后再跟由北到南的这个清潮汇合以后往西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有我们的科学家来跟各位报告。那再来，假如我说假如了，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。那假如发生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渔场受到污染。要牵涉到污染，第一我们就实施所谓休渔，就是他们渔船不要出去，不用休渔的工作来补助他们。另外，假如要出去的，我们就到别的渔场，比如说我们到这个其他啊，像秘鲁等等的这些野猪的海域啊去抓鱼。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这个严密的监测。啊，透明的发布我们的信息，我们的唯一的目的，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消费者安心，让我们消费者所吃到的，我们所吃过的绝对没有误。这个是我们农委会和我们所有业者共同的使命。今天记者会啊，最重要就是要跟各位报告。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啊，我们这个啊这个议会啊。对这么多的这现场的，不管是已经料理好的或者新鲜的，这些呢，会跟大家证明，这些鱼，不管是秋刀鱼、青鱼等等这些的，绝对是也是安全。以上就这样简单的跟各位做报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陈主委。